大家晚安。那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《炉石战记》黑石山最后一个副本——隐藏的实验室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开始喽。我在黑石山的火焰中重生了，没有人能阻挡我。没有人能阻挡我，有一样是四关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比那个萨玛斯的最后一关有诚意多了。我的内殿拥有最强悍的防御系统。全能魔像，他的英雄技能是启动秘法号，什么东西啊？听起来有一点抽象。啊，不管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一样是先用圣骑士去拓荒。Go。防卫系统为什么要简？他念成防御系统，防卫系统，这是又是一个想让我输在起跑点上面的一个骰牌。好吧，这个加减可以用一下。我好奇他在干嘛、欸？该不会是召唤一只什么鬼东西吧？主要防御矩阵已启动。主要防御矩阵已启动。干嘛干嘛干嘛？秘法号已启动，开机程序完成。双方玩家获得法术伤害加二。哇哦，有点恐怖哎、欸！感觉我应该法师上阵比较好，对不对？秘法号，哦，它是传说哎、欸！哇哇哇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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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重新分配超载，将空的法力水晶全部填满。哎、欸、屁啦，最好是可以这样子哦、喔。喂喂喂！我靠！哎、欸，不行 ！What the fuck？ 我哪这太扯了！宇智波超扯哎、欸！一开始就放这个，我怎么活啊？我靠，六滴血，很好。Shit！ 这个也太……哈扣了吧，双方四点伤害好像可以去死吧。完工了，关机中，猎毒号已启动，启动完毕。哇靠，哎、欸、这太扯了啦，怎么打啊？全部手下造成一点伤害，好，这两只要被清掉，拜拜。啪砰 ，yes。屁啦，这太扯了，真的太扯了。前来报道，为了正义。好了，他没牌了吧？已启动，启动电钻号，全部法术消耗减少3点，这有点夸张哦。哦，包含我的是不是？那好说好说。前来报道，前来报道，嘟嘟，前来报道，嘟嘟，怪怪的，哎呀呀，进攻，进攻，为了正义，我去的。他应该不会有什么恐怖的技能吧？嘲讽！哎、欸，这只有点帅气哦，有点帅气哦。造成八点伤害随机。好啊，放下去了。基本上我应该是赢了吧？前面还蛮压力的。前来报道。为了正义，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！还好有抽到奉献，对，进攻，还 OK， 好了。他不要给我。号已启动。熔岩号已启动。哦，好了，拜咪。
赢了，赢了，赢了 ，Yes！ 一、二、三，哦，好了，第一只算是有惊无险的过了。圣骑士拓荒成功。你让我省了庞大的维修费用。火焰飞龙，谢谢你。哼，还不错。马洛里亚克并非我最强大的武器。马洛里亚克的实验产物总是与预期不符，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致命。炼金师被动英雄能力，每当有手下被召唤，对调其攻击力及生命值。哇哦。这个吗？对我圣骑士应该是没影响了。Go。补色，对上马洛里亚克。不能有干扰，我会以荣耀作战。马洛里亚克。啊，天哪，这什么棋手啊？这两张牌真是来乱的。马洛里亚克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给这个我的失败品会敲响你们的丧钟。哎，为什么还有？为什么还有冲锋啊？过分哎！前来报道，马洛里亚克。你给我冲锋！啊，撞我脸，撞我脸，拜托 ！Yes。我最疯狂的那前来报道，进攻！为了正义，完工了。Piece of cake。哎，小贱人！为了正义，没关系，我劈你死！进攻！我不能这么。有一点点压力。喂喂喂，他吸谁啊？哦，还可以。他不亲我小怪，他不亲我小怪。五三呢？为了正义，我无奈。进攻！进攻！我会让他们知道。让他们都知道。事先我在含笑半步听啦。啊，谢谢哦。我最疯狂的那年。前来报道。尴尬两 TT 啊！啊，怎么变一二了、啊？搞屁啊！进攻！进攻！进攻！他有什么秘密吗？有点恐怖哎、欸。不管了、啊。应该是还好，我靠，还有嘟嘟哦，啊、还好我刚猫头鹰没有先打出去。三五，啊天！前来报道。进攻！干嘛干嘛干嘛？我靠，两只杜杜哦！天啊，不是这样玩的吧？进攻！玩上甲吧！我的盾为阿姆斯而举。进攻！那个手下已经攻击过，那个手下已经攻击过。Change！ 哇，嘟嘟真的好烦哦，嘟嘟怪怪的。我最疯狂。前来报道。长大吧，帅哦。头啊破起来，来。
我阿婆今天来，基本上这一场是赢的啦。虽然他有两只杜杜，应该是没有差的，真的。赛季刚结束，天梯一堆妖魔鬼怪，真的哦。我下午打就打得很吃力啊，真的，真的很超吃力的。收工。哎，这么容易吗？雪碧在召唤我，进攻！拜拜。哎，所以说他这个，他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？我替你想了一个新的名字，来纪念这一刻。哦吼！专杀白痴无能手下的杀手。嗯，这听起来很适合。呛屁啊！真的，下午打超吃力的，超多怪物的啊！一场都要打好久，真的。好了，我们第三关。亚特拉米德虽然看不见你，但他听得到你恐惧发抖的声音。亚特拉米德，他的回声定位，装备一把会随对手出牌而成长的武器，啊？回声定位，哎，哇哦！他瞎了，只能靠听觉来判断你的位置。但好消息是，他的巢穴里排列着吵闹的螺。太懂了，一样是圣骑士托王。哈，台服应该更惨，真的。我台服今天一直在19跟20之间来回，打到19我就不想打了，想说再过几天。对啊，反正赛季还很长，现在都是怪物在打。你心跳的声音，荣耀作战，我会以荣耀作战。Rio， 摧毁你对手的武器。哎，死亡在黑暗里等待着。死亡在黑暗里等待着。我的脚步声和臭屁。已经出卖。当你对手出牌时获得加一攻击力。哈，这样算出牌吗？完工了，这样不算出牌吧，对不对 ？Yes， 这个 boss 有 bug 可以搞。哎，不会吧？他想干嘛？说错，他想干嘛？哎，他为什么要放那个铃啊？我不懂。他刚为什么要放铃？哎？他放灵是喂我吃欸，欸，不对啊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没事没事，我搞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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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放空。前来报道。我这样算出牌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欸，我快爆牌了。那个声音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。对啊，对啊，这只王的武器会越来越大，对啊，看得出来。4D3，加一而已啊，还好啊。到你了，加一还好啊，加。我的耳朵。进攻，进攻。你看到底是什么生物啊？是龙吗？还是什么东西？不太懂。哇塞，干嘛？王八蛋！没关系，我有杜杜，哈哈哈哈。他没有放回声定位，那我就为了正义，为了正义，进攻，进攻，进攻。对啊，带拆武器跟冰冻的哦。对啊，可是应该是还好啦。他前面有送三把，应该是还可以。对啊，应该是还可以。加一个手下的攻击力。为了正义。我看到你了，听到。他一直在出牌说。
这是10嘛 ,16 嘛，对不对 ?16, 那我想想。啊，我刚应该下这个的齁。下一回合，下一回合啊，下一回合。应该是还好啦，速战速决。听声辨位，黑啊。我的，他不要吓人嘛，对不对？好轻，哎，有点恐怖哎、欸。不管了，前来报道，收工，收工，收工，进攻，哈哈，赢了。其实蛮弱的啊，这一阵还蛮弱的啊，应该是普通难度的关系吧。你应该感到羞耻。Why？ 龙兽粉碎者，若你的对手生命值在15点以下，获得+3+3，哇，变99哎，这是一个落井下石的概念。好啦，最后一只，这是我们的。奈法利安，你没那么好运、啊。拉格纳罗斯不能帮你了，安心上路。再换两个二一的骸骨魔像，哎，这不就伊利丹吗？等一下，奈法利安是长这个样子哦，我不知道哎。不管啦、啊，不管啦、啊，圣骑士上，来去买万手法。为什么要买万手法？为什么要买万手把？你来到了辉煌的终章。真的假的？荣耀作战，我要与荣耀作战。来这边，拜托，来一个。哎，为什么？欧丁老爷，你这么快出来干嘛？来乱的吧？哎，他要作弊，他要作弊了。我最终的创造正等着你。凡人，我怕了。把苹果放在他头上。突然想买，顺便去看电影。是哦。前来报道，完工了。前来报道。我的工作无比重要，别烦我。哇塞，为什么他可以出这个呢？43，我应该好好扣着的。再换一个随机手下，我来拖他一下好了。去旁边偷塔，我死贱人！哎、欸，他为什么要撞他？不解。哎、欸，有度度哎、欸。爱叫鬼计啊！喂喂喂，要爱爱爱叫鬼计啊！所以说我应该在看狗屁啊！为什么是这一只？为什么出现这一只啊？好了，也可以啦。好，拜托你下怪下怪，看啊，撤开！我就知道，马克 U。来乱的哦！哎，各种落井下石哎！我最疯狂的那波段全开，红色警戒！波段全开，红色警戒！哇塞！不要这样对我啊！我靠！冯丁老爷，佛丁老爷该出场喽！该使用佛丁老爷吗？要相信圣光。大牌别太早出了。So ga。
要相信炫光。进攻！你妈去死啊！这怎么打？让我想想。他应该没有哦，他好烦哦，神烦呢、欸！摧毁一个友方手下，放屁了！友方手下明明就是……哇，他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啊？压倒性，哎、欸，这很过分哎、欸，神过分哎、欸！劈死你！完工了！二次上头先强制全场死亡，真假？好，我会注意，我会注意。哇塞！他真的很过分哎、欸，不是普通的过分，超级过分了。我最疯狂的那年，为了正义，进攻。我这样砍下去的话，为了正义，为了正义。啊，护甲没了。会从空中降下死亡。那个嘎比局。看看万众一切的杰作。来吧，妹妹。奥尼克西亚。克西亚，直接进二阶段。你、欸、他们也不会讲话、啊，威胁你。必得伸张。低吼，去死吧，混账！哇塞！前来报道。你看，强制摧毁手下哦。这样我会怕怕哎、欸！我已经攻击过。奈法，这样。哦，一滴血，一滴血还好啦。我想说他是打多少滴耶、欸？我靠！可以不要这么过分吗？他太过分喽！我的，我的妈！好，我是可以反攻啦，只是有点危险。Yes。活着，为了正义。前来报道。两颗火球。屁了，两颗火球。空中朝你喷火。他不要太过分哦。两颗火球，这样怎么玩啊？奉献还好，我是奉献先扣着。死者赎身。哦，还好我有清场，我有清场怪了，还好。前来报道。完工了。这一次我只喷一颗火球，因为下一个回合他要给你一点刺激的。什么啊？要给你来一点刺激的。欸、他讲这句话，我会压力很大、欸，真的。感谢你的提醒。为了正义，去死吧 ，Bitch！ 我就慢慢等。他说下河要来点刺激的、欸。三颗哦，那还好啊，也还好嘛。对全部手下造成两点伤害，哎、欸，可以，有品好吗？一视同仁，未来暴动，去死吧 ，Bitch！ 东道主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偏偏不肯好好的死掉。清场有吗？他没有清场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哇、wow、哦！有的位哦，吓死谁？杀了你！想吓谁啊？
笨蛋。等等，是三个。Fuck you！ 三个是什么意思？手牌中没关系。我会怕怕呀，先把它清掉嘛。前来报道，前来报道，前来报道。为了正义，好了，下回合我要大反攻。不好意思，我这样子应该是没有差哦。等等，是三个，所以我有方式。Fuck you！ 我的正义小兵没了，全都没了。你他擦家里种西瓜。前来报道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机车啊？那必须哎。为了正义，没关系，撑过去就是我的了。干嘛干嘛干嘛？他是欠，他没牌的吧？不要这样吓我好不好？我最疯狂的你，前来报道，我的盾为阿古斯而存。曾经的那个身份，我要再扣一下吗？我没有足够的法力。为了正义。哎呀，有点痛哎。哎呀，有点痛哎。反正下回合都是被杀嘛。我等一个回合，那个手下才能攻击。啊，下回合。如果你的对手低于，哇塞。欸，他真的很烦欸，不是我在讲，真的超烦的。哎呀呀，我先补个血啊，好恐怖哦。进突破口！那妈了，去死啊！我的工作无比重要，别烦我。没有龙了吼！让火焰进化，让火焰进化一切。前来报道。为了正义，他烦死了。他们会去撞，他们会去撞这个吧？哎呦，好紧张哎！好紧张哎！死吧！啊，你打他 ，fuck！ 四点伤害，啊哈，啊哈，两只老虎，好了，应该是有希望，应该是有希望，应该是有希望。前来报道，全体备战，全体备战。去死吧你！啊啦啦啦！拜托砸脸，砸脸，砸脸 ！Yes， 一次就过了，一次就过了，开心 ！Yeah， 一次就过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拜咪，我快没有牌了。耶、yeah, ！哈哈哈哈！运气不错，一次就过了。圣骑士，一次拓荒成功！啦啦！龙人巫师、欸，
每当你对此手下施放法术，获得加一加一。啊哈 ，Yes, Rock. It's over. Nice. 奈法利安将两张你对手职业的随机法术牌放到你的手牌中，好像有点饥饿哎。Yeah, 圣骑士挑战，我就是在等这个。黑石山全破，右边那一只是奈法利安吗？左边是炎魔，右边是奈法利安吗？